Welcome to Interesting， 我是你们拿的刀。北方的小伙伴们一定深深的知道搓澡文化的历史其实是十分悠久的。约上三两好友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之后去澡堂享受搓澡的乐趣，是十分的解压和舒适的。不过由于时代在发展，不少现代人都选择在家里洗澡。可是一个人怎么搓澡呢？国外的团队研究出了一款搓澡神器 LifeOli8， 这家伙的出现可以帮助北方那些爱搓澡的宝宝们在家里体会搓澡的乐趣，同时还不用担心在澡堂里被人偷窥。虽然在澡堂洗澡是南方人比较害羞的， LifeOli8 是由带有吸盘的背板和丝网垫组成，因为背板是根据人体工学设计的，所以用起来会十分的贴合以及舒适。背板正面设计了很多条的尼龙搭扣，用来固定丝网垫，只要在垫子上面淋上水加点沐浴液就可以开始你的表演了。据了解， LifeOli8 的尺寸有大中小三种，能够针对男女还有小孩的背宽进行选择。 LifeOli8 的安装也十分简单，只要通过吸盘将其吸附在浴室墙壁就可以了。当然要注意和你的背部高度一样，不然的话要么就是你够不到，要么就是扎马步练功，洗澡应该会变得不愉快吧。在使用完毕之后，丝网垫是可以取出来进行晾晒的，所以也不用担心会在浴室里面发霉这样的事情出现。目前这款神器的价格大概在65美元，折合人民币也就是417元。虽然作为一个搓澡巾，单价实在是比那些手套刷子贵上几十倍，但是想想免得去澡堂花钱洗澡，想想还是挺划算的。最重要的就是不用在别人面前裸着，对于南方妹子来说也很友好，不是吗？欢迎走进 Interesting， 好吃好玩有趣多比东，什么这通通都有，没时间解释了，快上车。